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刮这一张超速777刮刮乐，每张售价新台币100元，头奖奖金有70万元哦，哇，个十百千万十万70万元的头奖奖金呢，然后有超过12万个700元和以上的奖项，高达7次的中奖机会。玩法说明非常的简单，刮出一个7即得其对应的奖额，这次挑选的尾数是18号，来看一下的号码是多少嘞？042627018 042627018，希望这个号码可以中大奖。好，马上来开锅吧，来放大一点 ，OK。高达七次的中奖机会，就是只要有七就有钱呐、啊，就是超速777啊！哦，哎，中奖了，第一个七就中了，哇哇哇，不错哎，真的不错哎，这个游戏我之前不知道有没有中过哎。哎、欸，不错哎，一开刮就中了，这里有个七，来看这边还没有，哎、欸，会不会是全雷打？哇，以前有人中过全雷打，有没有可能又中全雷打？来，高兴啦，中奖中奖了，耶、yeah ！哦，五，那就不是，这里有个五，最后再公布多少钱好了，四、九，所以这里都没中，这里是300，这里是700。哇，九是头奖呢，有没有可能中头奖啊？所以哇，这里是八，八是100，所以没中。来，看看这边还有没有其他数字？哦，这里有一个三，三是70000，哇，没中。这里九是700000呢，370000，那这边还没有，还没有数字。哎，还有一个二没中。好，剩下最后一个数字了，来公布谜底吧。这张中多少钱呢？这一张。要中多少钱呢？马上来开锅，公布答案。这张中的新台币500元，哇，不错不错哎，中500元呢，哎，好久100块刮刮了，好久好久好久没有中500元过了，哎，之前100都是最多就中个200而已，哇，真的非常的高兴啊，各位看官啊，真的中奖了，哎，怎么糊掉了？哇，连相机都觉得说太不可思议了，竟然糊掉了，你看这里啊，500元啊。七啊，五百，好久没有中500元了，好久没有100块刮刮了，好久没中500了啦，哇，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兴啊，值得庆祝啊，真的是非常的高兴。来找一下代码在哪里，在 FIV 没错，这张中了新台币500元啦，哇，100块刮刮了也是可以中5倍的啦，对不对？不错哦，超速777耶、yeah, ，中奖喽！好，最后做个总结吧。这张售价新台币100元的超速777刮刮乐，尾数18号宣告中奖，中了新台币500元。那谢谢大家观赏，再见喽，拜拜。